你看看，方丈没有被起诉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起诉，判决书出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说一定告得赢吗？怎么不起诉啊？为了我告他，我每天截图，还要重复看他直播骂我，写逐字稿。你他妈的不是很会告人吗？还花了400去请律师啊！你他妈就花400？你知道现在连检察官都他妈的认证我叫400吗？你不是说一定打得赢吗？律师费要我出吗？信不信我？还是他要出？还是你要出？你出不出？可是我只认识这种案子，就那种律师，这种小钱都想要。现在长辈在哪里？躲着林森。说好的一定会赢呢。方丈的话，他有公信力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把长辈给我找出来，叫他还我400。